我应该看到我那天穿的是男装，知道啥吗？眼儿看所以那天应该是个男孩子，所以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打 kiss 其实是没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你小时候，不是你小时候，你和你好哥们儿，感情好的哥们儿，难道不会打 kiss 吗？